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很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 Dato Calvin Khiu 过来参加我们这个视频。Dato Calvin Khiu 众所周知是 OE 的创办人， OE 是受到Malaysia Board of Record 公认的最大企业家的一个商学院。Calvin 老师，欢迎你参加我们这个节目。Yes, Dato KK， 大家好。Dato Calvin， 作为OE 的创始人 ，COVID-19 的爆发力对你的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对我本身的企业影响不大，但是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很大。打个比方，对于学院来讲，我们本来是线下的嘛，那忽然间没有办课程来讲，是影响是有的。可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，我们随时是可以搬去线上的。对，是我们是可以搬去线上的，但是最主要就是说少了跟学院的连结力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对，政府刚刚发布了14天的限制移动法令啊 ，MCO， 你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的企业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个 MCO 呢？14天呢，我们现在要想的是怎样让市场不要忘记你啊。14天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，对，14天可以让市场忘记你了，所以就有下来都可以，你现在做对了，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一点东西啊，不能够静静啊， 对吗？做一点视频啊，让市场看到啊，这个真的就算不能够现场访问，做 online 访问也是要的，这个就是我讲的14天不能够让人家忘记你，14天会改变人家生活习惯。这14天改变了什么？这14天逼近了我们习惯网络时代的来临。这14天让了很多人本来不会 order grateful 的变会 order grateful， 这14天让了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看 TikTok 的变会看 TikTok， 不会拍 TikTok 的变会拍 TikTok， 不会玩 Facebook 的变会玩 Facebook。 这14天完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。所以这14天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像我常跟我们的欧玉家人讲的，我们要保持在网络的活跃度啊，就是你要分享你的个人观点、企业的品牌、企业的观点、企业的故事、个人的故事，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是流量最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最多人看手机的时候，整天看手机。以前看手机是下班的时候跟早上的时候是不同啊，现在是12个小时看手机。所以现在你不用手机宣传你的观点还等什么？不用手机创造你的影响力还等什么？对不对？Dr. Calvin 啊，如果政府方面啊，他们平常这个 lockdown 时期啦，是可能21天、30天，或者是更长远的时间，你对你的企业管理方面会做出哪方面的改变呢？ OK， 政府延长呢，这个大家都要心理准备，因为14天要控制不是这么容易，所以我们讲啊，我们企业我常常教的时候讲了。企业一开始最好是轻资产，不要重资产。那很多人问轻资产跟重资产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呢？哎，非常大，影响很重。打个比方，我创办的传统行业旧的行业叫做 Mk Curtain， Mk Curtain 一开始的都是重资产的，所有的店是直营的，所有的厂是自己的，好，存货也是存了很多的。那过后这三年呢，这几年呢，最近这几年我们都改成轻资产。什么叫轻资产的加盟模式？如果说每一间店都是加盟的，每一间店都有各自的老板，那我不需要去烦每一间店现在。好，每一个员工也是他们自己去安排的。那以前全部是自己的，如果你50间店，现在你幻想，如果50间店是自己的，好，旗下有500个员工，你想想现在老板根本睡不着了，单单给租金跟给员工的费用 给员工的薪水，我看啊，给两三个月你都要投降，对吗？老板会不会贫穷下去？这个东西，这个老板会不会倒闭？老板熬得过熬不过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我讲轻资产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美国人早就懂搞轻资产了，搞品牌，对吗？卖品牌、卖加盟、卖连锁，这个都是一个趋势来的。所以可以的话，老板不要做重资产，就好像我做 OE， 我 OE 的生意跟 MK 的生意差不多，规模一样大小，但是 OE 只用20个员工 ，MK 用300-400个员工。这个就是一个旧有的模式跟一个现有的模式，所以我常鼓励大家，真的迈向轻资产。苹果、Apple、Nike 都是轻资产，
他们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工厂，包括 Coca-Cola 这样大，他们的瓶装生产都是给别人做的， Nike 也是给别人做的，都是卖品牌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压力呢？还要这么辛苦，什么都要自己拥有呢？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是轻资产的时代，也趁这个时候提醒中小企业逼自己走向轻资产模式。哎，那都 Calvin， 你现在的人才管理策略会是怎么样呢？因为这个 COVID 而改变吗？还是会怎么样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人才管理战略，我们一直要强调大家的，就是我们要用的是精英啊，精英一个可以打十个，一个可以打二十个，所以现在我用的 OE 的团队都是精英。你看到我们二十个人可以管理一千个人的课程，可以管理两千个人的课程，精英吗？如果你看到现在 COVID 的问题啊，我们讲分三类人才。高层、中层、基层，现在高层不会给你烦恼了，他们会自动自发的上班，自动自发的在家里处理问题。只有基层给你烦恼，基层现在跟你讲 law 了，政府讲不可以叫我做工啊，政府讲不可以说两个星期你要出薪水给我啊。如果再延后两个星期，基层就跟你讲啊，四个星期你要出薪水给我啊。你看啊，如果你遇到比较不会思考的员工，你会很烦的；你遇到了会思考的，你不会有烦恼的。所以我们讲，人才都要轻资产。我们要的是精英啊！那你看我的人才管理讲管理，我的人才都是零底薪、零底薪高佣金的人才制度，就是说我们的是合作模式，所以我们有员工了，我们的是团队，我们的是核心团队，就是有钱的时候大家分多一点，拿多分多，拿少分少，不要讲底薪制度，很烦很累。如果人家现在的情况，你看啊，我们的高管都不用出薪水的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走出零底薪的制度，好生意的时候分多一点。没生意开的时候就不用分喽，这是正常，大家一起共富贵，当然要一起共患难嘛。对，Dato Calvin， 你昨天有发一个视频啦，现在已经是 viral 了的，有讲到一百年的企业，好像大众书籍都会倒闭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制作这个 viral video 后面的思想过程是怎么样的？我是传达中小企业跟员工的思维啊，我们常讲。中小企业老板跟员工的思维常常是对立的嘛，员工有员工的立场，老板有老板的立场嘛。当一个员工哦，他会为老板想的时候，他会站在老板的角度想的时候，他已经是老板了。那么你看大众书籍，一个一百年的企业在香港都要宣布收掉，都要宣布收掉，这个不是他想要的，他坚持了十二个月。你看啊，动荡了六七个月香港，然后过后再面对这个肺炎的问题。顶不过了十二个月，真的顶不过了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一百年的企业都顶不过十二个月，你问我一百年的企业有没有现金流，答案是有的。有没有强大的管理团队，答案也是有的。有没有品牌，答案也是有的。一个一百年的企业顶不过十二个月，在香港，我想问大家，你的老板有几年，还有顶得过多少个月？这个是很多人看不到跟看不懂的。老板面对的障碍有多大？来，老板要过几关？在这个情况呢，包括几关。第一关，过银行的问题。那很幸运的，现在银行大众银行啊 ，Maybank、HSBC Bank 有几个银行已经宣布能够延迟贷款六个月，但是你要申请。如果申请不到呢，你就假烂了。如果申请得到，银行这关过了，过了银行这关要过物主店主这关，不是每个店主能够通融的，有的店主讲 OK。扣50%租金，好像我这边的店主很多都可以扣50%，所以算遇到不错的店主。那如果店主不扣50%呢？这个问题又来了，店主租金问题，这个压力太大了。第三个问题，包括买货问题，就是 supplier 的问题。supplier 能不能够让你通融呢？能不能够让你拉账呢？如果 supplier 不能够让你拉，也要撕破脸皮，也很麻烦。最后到团队问题，所以老板的压力大不大？老板要过四关，要过银行的关。要过电子的关，要过撒白的关，还要过团队的关，最后要过顾客的关。对，没有顾客呢，接下去的三个月，顾客的消费力一定减低，因为这个风暴很明显的比97的金融风暴，比08的次贷风暴严重几十倍，严重几十倍，分分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的挑战，真的。所以大家今年的目标是什么？很多人今年的目标只是活下去啊，基本上中小企业熬不过三个月。真心话，熬不过三个月。对，那都 Calvin， 在这个 lockdown 的时期啦，你在家工作的员工，你会如何管理他们呢？或者是怎么motivate 他们呢 ？OK， 在这个时期，如果不自立的员工，你讲管理也是没有用的。对，我们要的是自立的员工啊，
我们要的是每一个结果。我做工很简单，都是以结果为导向。很多人问什么叫结果为导向？打个比方，今天我要剪短片，我的人每一天可以剪出三个短片给我，这个就是结果。打个比方，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学员的名字全部系统化。今天有两万个学员，我两万个学员里面，我在14天里面全部系统化，让他们自动去做，所以我不要去理。在14天里面系统化，哇，全部系统化，这个就是我交给他们工作。所以基本上我的团队这14天是很忙的了。打个比方，像Mk Curtain，像我老婆的公司，对，现在 online 的部门照样上班 ，online KLI 的 OK 网络行销的照样上班，现在是靠他们了。一个网络行销团队要养这整个企业了。就是网络营销，在这个两个星期，他们要创造属于他们的影响力，要不断的让顾客 call in 进来，好让第十五天的时候每一个人可以出门打仗，好让第十五天的时候有足够的顾客能够让你应付。所以所有的中小企业，其实连锁店的，在之前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创造 online 这个网站，或者有没有创造你们的 Facebook。有没有创造属于你们的粉丝？为什么我讲粉丝那么重要？好像 MK 跟他没有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800000的粉丝，这800000的粉丝足够让我们应付这14天甚至是28天的客户群。所以这28天过后，我们累计的所有顾客的 data， 28天过后打仗。那 OE 呢？ OE 肯定在这个疫情过后更加的强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疫情的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已经不断的拍短片宣出去，你讲的 viral 嘛，我们的短片已经 viral 了，所以这个过后我办 preview 办什么，我的学生一定更多了，可能 double 可能 triple， 所以我们讲平时要做功课。我个人在网络的 Facebook 的粉丝华语版和马来版已经超过1 million 了，这1 million 的粉丝的影响力是很大的。所以我讲很多老板问我们，这个时候应该冲还是应该等？这个时候是创造影响力的时候，不要再等了。这个时候，所以我每次讲学路也很重要啊，要会讲啊。所以不会讲的话，您来到欧易的总裁路易。对，真的，学会这个网络时代要会讲的时候，要准备啊。好，准备不能够说到要用的时候才准备，一切都太慢了。随时都要准备好打战啊。那个Calvin，你对现在我们没有遇过这样子的经济状况了啊，你对这些当前的经济有如何的看法？还有就是企业家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来应对，或者是减少这个经济的影响？这个可以讲是整个经济大洗牌啊，大洗牌。然后接下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人会失业。那当然很多人失业的时候，也就是很多人创业的时候，跟97年一样，很多人失业，很多人创业，这个是一个危机，也是一个机会。那也要给你重新思考，你如果创业的话，你应该做些什么？就很像我在课程讲的捷径大道12步，从第一步开始的定位。所以现在应该是每一个企业重新定位的时候，做减法的时候，瘦身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做的产品多嘛，所以很难红嘛，很难突出嘛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 focus 什么产品，应该怎样重新出发，应该怎样借用网络的力量杠杆我们的事业，这个是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定位。还有Dato Calvin， 近年来 OE 这个平台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火，你对 OE 的品牌有什么期望？还有往前看的话，你的品牌策略会是怎么样呢？我应该不是讲对 OE 有什么期望，是对我的学生有什么期望。现在 OE 要的就是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，标杆人才，就在他们的行业脱颖而出。真的很像现在我觉得蛮值得成就感跟骄傲的，就是我们Millionaire 家人尤其是 OE Millionaire 家人很团结，他们都一直不断的分享最新的资讯，就很像有做 bank 的，就很像做 bank 的，他现在很快的就是分享了银行的资讯，就是什么银行可以延迟贷款，什么银行可以谈，什么银行有多少个月分享了。就很像做补习的，他们已经开始在做线上的补习，交期的也开始在做线上的交期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我们OE的期许就是培养更多的标杆人才，更多的标杆人才在市场上能够领航创新的领航他们的企业，让更多中小企业向他们学习。这个是我的栖息啦，就是创新的经营，没有传统的行业，只有传统的模式。对，
Dato Calvin， 最后一道问题就是，许多企业家都很仰慕你，都向你看齐。尤其是在这个非常时期啦，你可以不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，或者激励他们，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呢？谢谢大家的仰慕。如果这样讲，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时候做一个大扫除，就是在整个公司的整理，把这14天把你很久没有处理的问题好好的来处理。打个比方，公司的账不懂多久没有看了，公司欠人家多少钱，公司的每一间的租金，每一个月的开销，我觉得是时候来做一个整理，然后把好的人才一定要留下来，给他们更好的待遇，给他们更好的福利，让他们稳定。那些无德又无才的，真的是要边缘化，开始可以边缘的。所以我们讲了，公司不要用那些无德无才的人做一个整理。在家庭方面呢，你多久没有整理你的相簿了？去整理一下你的相簿，从你的孩子1岁到5岁，5岁到10岁，整理一下你的相簿，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好好的整顿一下自己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老板一定要很有信心的度过这个危机，因为老板你很重要，你是公司的灵魂人物，你要让你的高管看到希望，不要让你的高管担心。老板，再穷啊，都不能够让卓越的人穷。所以我们再穷再压力的好，都要让高管稳着。就像我跟我的高管讲，不用担心，就算真的是3个月，真的是面对大挑战，老板有在。3个月大挑战，老板无论如何都站在你们后面，对吗？挤都挤给你们，所以不用去担心你们的生活。这个是我给我的高管的承诺，就是无论如何，那些跟随你的爱将，一定要让他们度过，再苦都不能够让他们苦，但是只给谁？只给我们的爱将。什么叫爱将？共生死共患难的爱将。所以老板一定要给他们信心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谢谢你，这是给我们的专访。这个是你上过我们的头条，我们发在别人一块的封面。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们会把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内容放上完，跟更多人分享你的故事。跟更多人分享你的经历，希望他可以更加给人家更大的冲力啦。好，谢谢你了，都很棒 okay, 很棒，谢谢这边的赛的邀请。OK， 在这个第10集的时候还可以做视频访问，谢谢，太棒了，加油加油，中小企业加油 okay, 加油。Okay.